美国东部时间22日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对伊朗放狠话，他称：“我已指示美国海军击落并摧毁任何以及所有伊朗炮艇，如果他们在海上骚扰我们的舰只的话。”国防部副部长戴维·诺奎斯特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这条推文时表示，他强调的是：“我们所有的船只都保留自卫的权利。”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海军老兵伊莱恩·卢里亚表示，特朗普的推特可能会导致战争。他说，总统继续通过推特向我们的军队发布命令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如果没有明确的指导和交战规则，就会不必要的加剧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并可能导致全面冲突。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天回应特朗普这条推文时，建议华盛顿把重点放在拯救自己的军队免遭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今天美国人要做的不是欺凌别人，而应该尽一切努力拯救那些被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美军士兵。据美媒上周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10余艘舰艇在波斯湾北部国际水域拦截了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舰船编队。报道称，美国舰船编队当时正在与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开展演习，而伊朗舰艇以极快的速度在美国舰艇间来回穿插，最近距离不到10码。事后美国海军发表声明称，伊朗舰艇危险和挑衅行动增加了风险。此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控是虚假的好莱坞情节。该声明表示，近几周伊朗注意到美国海军在波斯湾的不专业行为再次出现，已经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构成新的风险。声明提到，美国海军在其官方声明中对该事件进行了不正确且有目的的描述。